实在是太好玩了，还想做。哦，很海洋啊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就是我们今天来做这个迷你海用水晶滴胶做，就是这个像冲绳会卖的东西。那如果喜欢我们手做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按下订阅，然后手冲对，按下全部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影片的更新。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对，其实有很多，但是就是看你要做成什么样式的嘛。这非常可爱，非常漂亮。我们没有做过，想要做做看看会不会成功。这个就是做在一个容器的底下，底下就像是有海洋。这是我们之前在冲绳买的新沙，这软木塞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扁下去，都拔不起来。把它这样子移到塑胶袋里就好了。这就是不同颜色的海洋嘛。但是你看它没有掺太多奇怪的颜色，这个颜色就掺得有点不太自然。现在我要来做这个绿色的星沙，绿色贝壳先拿走吧，这样子。那我这个我也来做一个，所以要用什么热风枪还是什么，让这个气泡消掉。我这里面好多气泡，它会吸。这样子好像没有气泡了。哦。我都烤好了，我们没有白色，那怎么办？明天再来吧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再把我刚刚还开始拍的时候混的这一缸用完，一缸沙子。那你现在怎么沙戒啊？沙子做的戒指。现在再烤一下，来涂白色的。直接用这个滴，滴上去就会有透明，一点一点。嗯，怎么看不出来？哎，有呢，你的有呢，啊，我的那个不行哎，要用这一种的才行。哎，好看呢，哦，很海洋哎，哦，这它有纹路吗？我看一下。为什么变这样子？变得没有很明显，放在黑色上面就很明显。你的这个好看，这个是你做的，沙要高一点，你才会看得到。哦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好清楚哦。做好了，像这样。想要做粉红色的，先加一些透明。接下来涂白色，哇，好漂亮啊！赶快，然后再加一层透明的上去，它就会看起来更清楚。哇，对，很漂亮吧？实在是太好玩了，还想做。现在就要加了，然后把它压下去才会可爱。
加一点料粉。哇，好美哦！这颜色很淡哎，不知道那个加白色之后会不会看得到？加一点应该就可以看得出来，会看不太清楚哎，因为下面底色太花掉重来。哦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可以呢，我再加一层透明的上去。要成功吧？有哈。你看这个，有没有大家看到吗？它隐隐约约有一个奇怪纹路在下面，然后就是跟这个纹路是吻合的，然后做出来它就会有个洞。明明前面很好看的说，就被这个奇怪的白军模型给。放一个贝壳在这里，好可爱。这个还有点点糊掉了，这样子比较干脆。红色跟黄色来做个橘色的。哦，哎，这个很成功耶！这是今天做的全部。你觉得最成功的是哪一个？都很成功。都很成功吗？都好看，我觉得。都好看吗？大家最喜欢哪一个？我还是最喜欢你这一个，第一个做的那个，后来做的这个蛮成功的。这个是妞妞自己做的。超好玩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这是我自己做的海洋戒指，你有做了三个，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做做看，我们觉得非常的舒压，所以一做就做不停。这个真的很好看，这是要练习啦。我觉得它点下去的瞬间，它有时候会晕开，会雾掉，尽量点远一点会比较像。如果喜欢这类型片，欢迎大家帮我按个赞。你是每天晚上7点都有影片，可以直播周四 shorts， 明天晚上7点见喽，拜拜。它是软的，对啊，是软的。哦，它是贴纸，它可以变贴纸，所以你可以做成那种水晶贴纸，就是那种有点立体凸凸的小贴纸。这个很可爱，加了这个底而已，然后上面滴滴胶而已，就这么漂亮。